一直以来，美国与伊朗的问题就备受关注。虽然众多国家在此次事件中一直秉持中立的状态，但大多数还是对美国有所忌惮，并不会公开支持伊朗。即便是这样，伊朗依然坚持对美国的态度，公开警告威胁美国。当然了，美国方面也不是吃素的，伊朗的多次挑衅也惹恼了美国，不仅对其采取强硬手段的措施，现在军舰直接逼近伊朗所控制的海峡地带。据可靠消息透露，美国目前已有相关人员证明，此番行动已经联合英澳两国，将在下月展开对伊朗的制裁，想从核设施问题上下手。虽然目前美国方面还没有给到确切的声明，但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。美国对伊朗采取武力手段也是早晚的事，这样的推测也是有根据的。据先前新闻报道中可以看出，目前美国已经派遣多艘航母奔赴伊朗临近海域，并且即将形成一个包围圈。不仅如此，美国还派出了自身的核动力军舰航母前往，并且已经在附近巡逻了一个多月。由此看来，美国即将对伊朗开刀也是完全有可能的。